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我是西西。然后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是这个谁啊？我对，嗨，我是 RG， 嗨 RG， 你好像以前从来没有玩过信封，嗨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从来没玩过，上一次我是也绝对没玩过，那个不是我，那个不是你，对不对？因为。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什么上一次啊？我没听懂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上一次呢？啊，上一次啥、啊？我不知道。所以对不对？今天玩这个幸运方块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所以你都知道怎么玩，对不对？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，就是幸运方块，就是你打一下这些东西就会出不同东西，然后呢，就是之后我们要去打 boss， 然后我们会得到里面装备，就这样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三来吧，二一，开始，开始。有蝙蝠，你出来就引进。你箱子呢？你箱子还在吗？你箱子也许还在吧，也许不在。没有，箱子不在了吧？不在。你箱子啥东西啊？你箱子肯定没了。你箱子里有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你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幸运井，你要把那个金币给丢进去。我并没有。你没有，你物品里面肯定会有了，真的。哦，出一个。对，好了 ，RG， 我觉得你可怜，我把这16个幸运放给你。不，我的天，不需要。不是你不需要，你只有最后这四个幸运方块了，要不然玩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也许吧，这啥危险？没有，也许吧，就是没有。是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行，这个我这里有个巫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非常恶心。是大巫医。大巫医。大巫医。大巫妖王。一群蝙蝠。我的天！我的天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真是吐屎了那个。我怎么了？完了！救我！你刚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掉下去了？我掉下去了。RG， 你得救我！这里有个鼹鼠在这里堆泥土。我在这个城堡上头，你知道吗？我跳下去就死了。我的天哪！他想把我弄死。RG， 我最后滴血。RG， 我要死了。我再过来。RG， 我要死了。别急。RG， 我已经要死了。撑住！我要死了。不，我要死了。我还有一秒。撑住！不行，我要死了。我撑不住，我死了。你死了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好像是水质。是鼹鼠吧？我觉得是个水质，他会打我、啊、哇！你看他可以把你就弄死，你知道吗？这非常刚好把他弄掉了，这已经不行了。我这里旁边已经全是这个那什么土方块，对，土方块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放点音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因为上次我就觉得唱片挺好听的，我没有说，我说真的，你觉得你知道好听吗？挺好听的，我觉得，真的。我觉得不一挺一般的，这是。啊、这是三明治吗？还是面包？说什么？你刚说不好听吗？啊？啊，好听，好听，很好听，很好听啊！哇，我最还喜欢听这个音乐啊，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。你知道音乐是谁做的吗？谁啊 ？C418，没听说过吧？哇哦，这音乐真难听。不行，放这个。哇哦，现在怎么都这么难听？你知道为什么我放这个吗？因为我懒得配背景音乐了。行，可以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了？玩什么了？我的天，就这个东西哦。什么是炮台吗？我的天哪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他在射我吗？他在干嘛？我的天哪，对，他在射你。好了，我们就避开他就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么简单。RG， 就避开他就行了。对，没有这么难的。对，我们就避开他。避开他。避开他就可以了。避开他，是的。避开他。避开他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，赶紧去了，赶紧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好难看。好恶心啊！这是大蟑螂吗？是蜈蚣、啊、大蜈蚣，这蜈蚣啊，是吧？行，可以。大蜈蚣，我觉得那个谁肯定喜欢吃那玩意儿。果酱，谁知道？肯定就是他，他什么人都喜欢。哇，我有金苹果，附魔。然后我这有，还有几个星星。我的天，救我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不及，我别，没人打死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幸运方块里面，就是你看到一个不好的东西，你马上就死了，就只有好和不好。好了，完了，我刚说什么来着？爸爸妈妈来了。其实我觉得可以，你可以把它弄掉，对不对？我不想把它弄掉，我想让你干他。或者我可以把它打死。啊，你就引诱他，让我继续开幸运方块。妈妈，别这样好吗？别这样好吗？就这样。喂，不好。哦，我有装甲，我觉得我等下可以干他。完了，又有一个鼹鼠出来了。我可以朝他装鸡蛋。为什么又有个鼹鼠出来了？我的天！给我下去！好了，这个唱片放太长时间了。给我下去！我下去！你看，他在杀他，他在杀这个僵尸。你看，他试图把他困起来。有吗？对，他这个鼹鼠在试图杀这个僵尸，真的。
看到了吗？有吗？他的侍卫把他困起来。我只看哦，他的，你看他们两打起来了，你不要靠近他，挺好的啊、靠近他鼹鼠就打你啊。挺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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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好。然后他还试图杀这个僵尸，把他困起来，他就死了。我的天哪，跟个儿子一样。对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铺着泥土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僵尸如果不动，他就应该可以把他包围起来，然后弄死他。如果这鼹鼠不蠢的话，但是看起来他很蠢，而且不是一般的蠢。他这到底挖土还是填土呢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不管他了。下雨了，我继续挖我的方块。你继续挖吧。耶、yeah! ！你那是什么？ Yeah! 还有烟火。他们俩怎么打起来了？哇，这宝石哎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我的天哪，我看不下去了，这东西太恶心了。啊，我这里有个泥土墙了，怎么样？厉害吗？哇，好厉害！你有没有那个木头？我需要做个工作台。不是，这以后再说。等一下，我的天，刚什么东西？我刚是没有调回那个简单模式，所以它就突然消失了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蝙蝠，我的天，这什么东西？你好幸运啊！还行吧，我一般幸运而已。我跟你一样，作弊而已。这啥东西？粘土。我怎么打了一个雷啊？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那假钻石。我的天，我在哪里？完了，我被困在这里啊 ！RG， 啊 ？No！ 在哪里 ？No！ 吓死了！再见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请别死啊！对，我有装甲。不好气啊！我的天哪，这许愿井怎么每次都是从不好的时候出来呢？啊！我的天哪，完了，50万个外星人出来了，几个啊？50万个，跟疯子呀！好了，这你看，为啥每次都在城堡上复活？我也是，我在屋顶上耶。你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。我已经摔了，只剩三个血了。啊！别过来，你别过来好吗？我在看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挺好玩的，我在看你过去，我等你过去，而且快过去。不，你先。不，我看着你呢，你过去。不，你先。你看到我了吗？没有，我在你上面。哈，他来打你了。嗨，哦，天啊！你故意的？没有，你在故意的。我不知道什么叫。你就是故意的。我没有故意，你知道吗？我做事从来不故意，我做事都是有意的，好吗？好，婊子呀！我来，继续拆这个幸运方块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菜啊？看上去，怎么说的都看上去这么菜啊？你不觉得吗？就跟你阳菜啊，这有点，或者跟我阳菜都也可以。对，就是跟你阳菜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，我这无伤大雅，无伤大雅是吧？对啊，还无伤大雅是吧？对啊，你们要死无伤大雅，没事吧？哇，这要果酱出来了？没有，这那个这个是鸡，对，这个是鸡要果酱都。哎，我刚讲你东西，谢谢。啊，这个不厉害，算了，还给你。反正你可以拿那东西，一点不厉害。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东西。这啥东西啊？一把剑而已。老虎剑。一把很不厉害的剑。他把你狗给杀了。哎，我不在乎啊。你不在乎说？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他怎么突然出来了？他们俩打起来了。外星人和这个水质爸爸打起来了。真的。外星大战水质。对。就他们打起来了，哇！他把他干死了，然后他过来了。No！ 好了，他们打飞了。他把我打飞了，然后我中毒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 ？RG， 我凉拌啊！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们看见我，共有啥事儿，对不对？没有事。这个 Bob 在这里，我最讨厌 Bob 了。哎，我怎么装眼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我现在只有皮革。哇，好多鸡蛋啊！啊天！打个僵尸真难，怎么有两个僵尸出来了？什么时候到白天啊？一把弓，我怎么打死？谁要这头啊？天，爸爸为什么这么厉害啊？谁有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、啊？蜥蜴吗？这是？我看不到。啊，我的天！掉下去！快死吧你！终于掉了两个腐肉，真的假的？穿全身钻石甲，这骷髅马吗？腐肉，这个就是马。骷髅马也是，就是弄了好多马出来，没有什么特殊的。哇！哦，钻石，钻石，钻石块，你不能过来捡。我不要，我的啥东西啊？这个不是钻石块啊！你找到国王鲍勃了，对不对？我需要弄一个非常幸运的方块。我找到钛合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天，钛合金狗眼，不要！
Bob 你在干嘛？哦、oh, no！ 让我来拯救你。蜘蛛网里面，完了，这是你干的。让我来拯救你。你打过？这还有村民啊！你干他吧，我不管。村民 Bob， 你干他吧。不，咱能联手吗？好吗？你弄出来，为什么我要和你联手啊？啊，我有这个武器了，可以。上一次不没上一次，对，上一次就是因为这个服务器挂掉了。对，哎，你干嘛给你劈脸了啊？啊，小僵尸，啊，然后喝吃个三明治，我继续干他。他死了吗？也许死了吧，但是他没掉出东西来。非常非常幸运的方块，我开了。我已经开了这么多非常幸运方块，都没有什么幸运的东西。Yeah。这是钛合金，其实应该是我有这个王子了，哈哈，我有王子了，你有吗？你没有王子，这是王子，你要打我一下试试。打谁？打我？打我？我？不是，是我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？我今天我知道打你肯定没好事，所以不打你。干我？不。别这样好吗？行，我打你，我打你，来，打我，伸出你的大光头，来打我，让我看看你，让我看，赶紧来打我儿子，赶紧打我，给你蛋糕，干他呀，你个怂逼，干他！哎，这个，谢谢你蛋糕，哎，别跑，要打你，别跑，你干嘛？你要打我是吧？别跑，还别逃是吧？啊？不得了，还敢打我？不是你让我打你的，没有，我就让你打我一次。我要开不幸运方块了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完了，哇，王子真厉害，干他王子，真厉害，王子是最棒的。不幸运方块，来一个，啊，我的天，啊，又是这些东西。好了，我东西全部捡好了，就等你了。我还差三个，三个是吧？其实这三个都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件，好多件，好多件，我喜欢。对，你喜欢光剑是吧？来，不是谁要这方块啊？我要剑，好吗？对，他怎么剑一直不起来呢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给我面子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剑，对，剑，好来了，来。啊？你说有剑了？我是说这个弓箭。对啊，弓箭不是我拿手上了吗？这个呢？完了，我再见，我走了，没意思这游戏。如果你不选的话，那就我选了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不是你站中间来，不要跑这么远。三，不是站过来，不是站。啊，是。三，二，一，放。能不那么恶心吗？好，我们要干他，谁先死谁就输了，你不能逃，知道吗？不能逃是吧？对，不能逃，是的。我挖个洞钻底下去。不行，你不能逃，你必须要干他，要不然你就犯规了，好吗？你不要这么赖皮。为什么他不伤血啊？到底谁赖皮啊？拿着一个权杖。不是，拿权杖我武器啊！啊，你不是拿着个弓箭吗？不是，我把弓箭一全中，哇天，这 RMB 玩家和普通玩家有公平性可言吗？这他不伤血你知道，哦不是，他伤血，他只是没有硬撑，他只是不发红，其实他一直在伤血，然后他不打我们，他没蓝，而且他不打我们，没红，而且他从来不打我们，不是没用出来的东西。好了，这个可以过，这个 pass， 这个不算。第二回合，不是他怎么不走，我都放和平模式了，可以跟个婊子一样，怎么他和平模式也不走，你怎么退游戏了？我怎么骑上去了？那是不是类似于马一样的玩意儿？我的天哪，我怎么骑他上去了？这东西怎么这么恶心啊？怎么还能爬墙啊？你准备好下一个 boss 了吗？第二回合你准备好了吗？嚯，来吧！嚯，好了，我得选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你准备好这个了吗？来吧，三二一放！你给广告费了吗？这东西叫做 T-shirt， 它的名字叫做Thank you。啊，他死了。行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好不好？行。不要，就是剪掉，剪。三二一，放。就没几个正常东西吗？
不是，我一直被吸啊！他是飞走了。说你在干嘛？你在哪里啊？我的天哪！发生什么了？我怎么在被吸啊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吧！三二一，放就这里。霸王龙，就他，干他！这个正常。哇哦！能不能不要走这么远？说干他！我的天哪！我是远程武器，好吗？好，行，可以，行，可以，好的，不要射我就行。你射我就犯规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射我就非常犯规。不，我不会射你的。来 ，come on。好了，我法杖没有魔力了，已经没了。耶耶！二米玩家，你的费用已到期。就算我死了，玩这个观众还是会说我是最有正能量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一直在打他，不像某人。我也打呀，好吗？请你不要在后面射这个光，故意射不到是吧？是吧，我看出来了。不是，我一直在射他呀，我这个是有、这个、对不对，还原附加的好吗？在后面故意射不到是吧？我看出来了。三二一，放。这啥东西？不要射我，对不起。好了，我赢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我已经赢了，我赢了。不是什么叫你赢了，这个人射了我，这个 RG 故意射我，所以你犯规了。什么叫你赢了，所以你就被取消规则了、啊、所以我赢了。我开玩笑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我先面壁。对，所以等一下，如果我先死的话，我就先赢了，因为这下面都是让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准备好外星人了吗？三二一，放！就他，干他！你绝对故意往我这放的。我什么叫往你这放？我怎么往你这放？我还往后方是啊？那还往哪放？我是不是还往上方？我天，这个叫声可真响！我觉得我的王子太厉害了。让开！哦。我觉得我们得弄点厉害的东西。来，最后一血，最后人头。你又射了我一下。对不起。这声音真好听。对不起。这是我的嚎叫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什么总是要射我呢 ，RG？ 你为什么要犯规呢？不，你要知道这个人哈，他总会犯错误，对不对？人是个高等动物。除了犯规，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好做了吗？是这样吗？你想这么说吗？啊、不，你要知道人是会犯错的。三，你也知道这个弓箭。啊啊，哪个死了？啊，就死了已经。死了？对。什么叫我被你砸死了？刚那个人刚死了之后，我捡起他的东西，然后我往你这投，然后你就死了。那好像是个微型病毒，你知道吗？病毒能把人砸死，我的天哪，什么原理啊？这个游戏非常原理非常多，我估计你不懂。你准备好这个了吗？三二一，放。这啥东西？谁不知道？来吧，我的王子，你拼！我的王子要死了！我的天哪！你先死的！哇，你先死的！所以我赢了。不，咱一块死的好吗？一块死，你先，你看这个对话框，你在上面。不是，你要知道一块发一块死的话，也是会有一个显示顺序，你知道的。没，你是对话，我对话框上写着你先死了，而且这个可以慢速回放，对不对？你看你死两次，所以我赢了，对不对？我都不想杀死他了，我觉得是不能杀死他，因为他是人类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这规则啊？对啊，啊，还有这种规则啊？反正你先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还治我两次，所以我已经赢了，这是非常公平的这个交易。好、哦、非常公平。哇，真公平。你去干他 RG， 你要这么牛逼。哇，如果你真公平、啊、如果你干死他，哇，如果你干死他你就赢了。你给我 OP 好吗？不好，我不给你 OP， 我也没有 OP。 我感觉我现在就像创造一样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一直在往上飞。哎，我金苹果好厉害啊，我觉得我快赢了。哪来金苹果？行，我死了。不是，我能问一下他为什么不打你？好，等一下你就真的打死他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喂方块就到这里。等等，RG输了，我赢了。好了，问题，再见，拜拜，问题，拜拜，问题。